停车！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来的琴声啊？大王，这实在是…… 难道是鲛人？哎，二位慢走，欢迎上次光临。有鲛人弹琴，慢走。鲛人，女的，多半是女的吧？书上不都写了？鲛人多为……大哥，啥是鲛人啊？ 就是人鱼，在曲江池啊，不少附近的人都听过鲛人弹琴，飘渺多变，余音绕梁。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听说那个大王李简最近总在池畔等那鲛人，大王亲眼见过，人身鱼尾，容貌倾城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听说鲛人流的眼泪啊，还会化为珍珠呢。谁要是能搞到一条啊，那可真是发大财了。发财？是啊。 哦，恨恨！二位客官慢用啊！四娘，你今天打扮这么美，一定是有好事发生，对不对？买菜的狗蛋跟我说，最近物价飞涨，我们的菜已经卖不回本了，所以我要亲自去找他谈判。而且我就欣赏四娘你这种精神，凡事亲力亲为。色诱狗蛋，加油，快去吧！狗蛋在等你呢，来，快！你给我去色诱他们，我去找狗蛋。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了，祝你成功。我保证把隔夜菜都卖完。 去曲江池看看吧。行啊，不过我看得等到晚上。谭双叶，谭双叶，谭双叶，到我坐。听说你找我呀，有何贵干呢？你忙吗？忙嘛，怎么说呢？我要忙起来，就证明有人命丧黄泉了。 你说我该忙还是不该忙呢？那正好，今晚上陪我去趟曲江池。你也对那个鲛人感兴趣？那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上古物种。嗯，有这么厉害吗？冬尽搜神记有言：南海之外有鲛人，水居如鱼，不费之计，其类器则能出珠，美如天仙的鲛人，难道你不想看？ 哈哈哈！哎呀，谭大仵作，这是我听你讲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不是想去看鲛人吧？你是不是想把它捆回来做成标本啊？没有，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那么粗鲁啊？我有那么残暴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你看你这鱼啊！ 鱼鳞都让你给摸没了，还睁眼的跟我说瞎话！你知道你还拆穿我？拆穿你怎么了？我就喜欢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才开心呢。这样吧，谭双叶，哎呀，慢点。这个小灰灰呢，借我玩两天，好不好？另外还有，抓住鲛人，你做标本，剩下的部位我拿走炖汤，咋样？好。说好了？嗯。好，等着吧。
对啊，会好点。是个男的呀，是代王李简请来吸引鲛人的琴师。我听人说啊，鲛人的眼泪能化成珍珠啊。也许吧，是真的就好了。哎，现在这曲江池畔这么多人，你说他还能来吗？他的琴声有点怪啊。哪儿怪了？我咋没听出来啊？好像比寻常琴声更加悠扬，也传得更远。好听。哦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看见鱼尾巴，被裙子遮住了吧？啊！哎呀，为啥不哭啊？哎，快哭啊！急死我了！快走。什么？快走啊，他们要抓你。是不是抓错了？来，看看，错没错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书上说，鲛人的鱼尾离水以后就会变成双腿。哦，还有这等好事儿。好好好，来，赶紧找件衣裳给小美人披上，赶紧带回府吧，别冻着了。凌波，凌波，皇爷，大王，求您放过凌波吧。叶红隐，你差点坏了本王的好事儿啊，下回可不许找死了。来人，走，给我打！大王，敢不敢？哎，他们打人啊！那可是大王，我们惹不起的。凌波，侯爷，我对不起你。侯爷，貌如娇韵，真是个小美人儿。哎，小美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哎，你看，本王已经让人把这水都给你备好了。哎，你看，啊，看，哎，还有花瓣，你看，啊，小美人，进去吧，
一起，啊！你会后悔的。哟，脾气还挺倔。等过了今晚，你要本王怎么后悔，本王就怎么后悔啊！来吧，来吧，小美人儿，小美人儿，本王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来，来，小美人儿，啊！哦，小美人，本王马上就来啊！小美人，让本王看看你的真身。啊，你干嘛？怎么出来了？还想逃跑？王府那么大，会迷路的。等等，本王啊！还躲着本王？哦，你只管躲，本王就喜欢霸王硬上弓啊！鲛人的泪珠能化成珍珠，本王绝不打你，但也有办法把你弄哭。小美人，你不要过来！不要害怕，本王会好好对你的。不要！不要！放下我！放开！本王会好好对你的。李少卿，小人是代王的卫队长何江。你陈述一下案情。昨天晚上我们将那鲛人带回王爷的房间，便回去睡了。府中的仆人可以作证，大致到寅时，府里的婢女打扫竹林，可刚来到小院的门口，便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然后就发现王爷死在了竹林里，而那鲛人却不见了踪影。去现场看看。是。小湖直通渭河，那鲛人想必是早已逃走。昨夜代王可有再见其他人？王爷昨夜得鲛人有误，自然是回绝了所有的访客，而小人也听从王爷的意思，将小院中所有的仆人都遣走了。万万没想到。我知道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他这是自食恶果。先秦有书记载，鲛人虽外貌绝美，但生性凶猛，极有可能夺人性命。鲛人只是个传说，是不是真有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。来人，少卿，将代王的尸体送到潭霜夜处，保护凶案现场的完备。是。哎，在这竹林里散散步也挺好的，心中的郁结也都散去了。且走着，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你也发现了？这个人似乎并不太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行踪。什么人？滚出来！二位官人，是你？你有何企图？您别误会，我没有故意要跟踪你们的意思。那你在这干嘛？躲猫猫啊？我是为了……为了那个鲛人凌波？对，昨晚凌波
被代王带走之后，我便一直放心不下。今天得知代王死了，而凌波又失踪了，所以我便跟到这儿，想打听点消息。你与那鲛人女子有什么关系？实不相瞒，我与凌波因乐曲而结缘，但我并不知道她的身份，因为知己之间，最重要的是心有灵犀。除了你，她还跟谁有来往？王府有个小厮，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二位官人，请一定帮我找到凌波，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是受了惊吓，才控制不住杀了代王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多谢。萨摩，你过来。你看，这有船只停靠过的痕迹。莫非凌波还有同党？但能在这里停靠船只，并非易事。这人必定是王府里的。回王府看看。走。最近几日忽然离府的小厮都要查。哎，大姐，我想问一下，陈斌是住这儿吧？你们是？大理寺查案。官人，你一定要帮帮民夫啊！你起来说话，不必多礼。我是陈斌的妻子，我夫君已经离家整整三日没有回来了。他平日就喜欢赌钱，因此我家中常常被催债人抢砸。但他前日离家时，他告诉我说债务已经还清，还给了我许多银两，可是现在已经整整三日都没有回来，所以我怀疑他遭到了不测。官人，您一定要帮帮民妇啊。那你可知道这些银两的来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就是包银两的手绢。尸体我刚才检查过了，没有悬念，致命伤是腰斩。不过这伤口也太过整齐了，你们不觉得眼熟吗？你是说杜老太太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儿子在灵堂还魂的那个杜老太太。凶手把李简引入竹林，恐怕也是为了方便动手。啊，我们得再回趟代王府看看。还有尸体的手指缝隙当中有一些碎屑，暂时还无法辨认是什么。碎屑？坐，那干嘛呀？你火急火燎的。
你们过来看。凶手一定是在两根竹子之间勒了锋利的细线，随后借助了竹子的韧性，将戴王拦腰斩断。也就是说，那个看似柔弱的鲛人，可能真的是凶手。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没有线索能够让我们找到那个鲛人。所以说，你们真的觉得是鲛人杀了戴王吗？那目前来看，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他杀的呀。现在市井上都说，这个鲛人是来行侠仗义的。哦，这么玄乎？相传秦岭曾经围海，海上有座仙山，山上曾经住有鲛人，但是因为鲛人后来大量被捕捉，差点导致整个种族灭绝，于是鲛人族长便下令整个王国沉入海底，以保全整个鲛人族。传说啊，这鲛人个个都像四娘我，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，劫富济贫，貌美如花。最后那段好像没有啊。其实我是想说啊，这个戴王平日也是作恶多端，也是该杀，但是他确实杀了人，就应该将他绳之以法呀。嗯，好吧，可能是我多虑了。总之吧，我还是希望我们鲛人族可以不被你们这些世俗的律法所牵绊，将美丽、温暖、智慧洒向人间。鲛人没有腿。少爷来啦。嗯，有新发现。什么发现？尸体指缝中的碎屑恐怕是种叫蛇身病的病人身上的皮屑。诸病猿猴论有提到过，说其状如蛇鳞，是乎蛇体也，意味之蛇皮也。哦，蛇皮。嗯，也就是说这个鲛人不仅是假的，还是个病人。嗯，啊，美好的传说破灭了。这本来就是个骗局。这种病并不常见，我们可以去长安的医馆中寻找他的踪迹啊。这个药铺在长安城中并不是很出名，但是这里关于病者的事却是知道的最全的。为什么？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整个长安城一半多的医馆用的都是他们家的药材。哦。掌柜的。长官姑娘，最近可好啊？您这生意也不错呀，今天我来找药。您每次都是来找药，从来不买药啊。今天我想找一种可以治蛇身病的药。哦，这个药我们倒是也卖出过几天。几天？我上次来这儿就没有这味道。这药贴一贴为半年用量，每次取药放在浴桶之中，加温水同泡，因药材昂贵，所以也没有多少患病的可以买得起。上官姑娘，您还想要吗？要。好，您稍等。上官姑娘，药已配好。好，谢掌柜的。走吧。找药和买药有什么区别吗？买药就是买治病的药，找药呢就是找买治病的药的人。哦，那这个医者他也不会把病人的病情和药方随便给别人看呢？哎呀，价格合适就可以了嘛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呀，这上面有三个，我们去哪个先？咱们先去找双叶，然后再分头去找。好，走着。
叶琴师，是你们。二位官人，你们找到凌波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两个有些话要问你。来。好。二位官人，叶琴师，凭着你跟凌波的关系，应该知道他是假扮的鲛人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分明亲眼看过他留下的明珠泪。案发后，凌波联系过你吗？并没有。我倒希望他能与我联系。那如果他与你联系了，你通知我们一声。好，要没别的事，叶某告辞了。我回来了。紫苏姑娘，我找到线索了，你猜的没错。错了，那个鲛人根本就不可能是患有蛇身病的病人。不是，怎么就不可能了呢？你见到那个病人了？没有。我们见到了，那患了蛇身病的人皮肤粗糙，全身布满鳞屑，根本无法见人。你想想，我们之前见的那个鲛人，那可是个大美人啊。大美人儿？哎，你刚才说你找到线索了啊？啊啊，对，我去的那个地址不但有桶药浴，而且还有打斗的痕迹，我还发现了这个。东篱，东篱什么呀？这究竟是什么呀？李少卿，小的名叫陈斌，我是来自首的。你就是陈斌？是。你为何要自首？是小的协助了凌波逃走，他被绑前几日特意找到我，说如果在代王府中见到他，就备好船在河边载他离开。小的原本是一心求财，可万万没想到这毒妇竟然取了代王的性命。你还知道什么？知道东篱吗？说。东篱山庄，凌波知府给我的银两就是那东篱山庄所开具的。东篱山庄运营赌坊妓馆势力很大，我派去的线人也被暗杀了。哎呀，这老头怎么就死了呢？东篱山庄究竟在哪儿呢？这种地下组织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还有这个鲛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干嘛？去吧。哎，你让三炮干嘛去？不告诉你。麻烦请问萨摩多罗在吗？姑娘，好像我不认识你吧？凌波，凌波，我求各位帮我一个忙。你起来再说吧。你杀了人，竟然还大大包天找我们帮忙。我的确是东篱山庄的人，可是李姐并不是我杀的。何以为证？其实并没有什么鲛人，李姐是东篱山庄的暗杀目标。公子见我水性极好，便将我穿上鱼尾扮作鲛人，趁机接近。那天晚上都是你计划好的？那确实是计划的一部分，可是公子并不知道当时我已经心生退意，所以当天晚上
我并未杀害李简。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？当时李简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公子应该是怕真相泄露，所以亲自动手。我的计划失败了，东篱山庄是不会留我这个废人的。公子已经在派人追杀我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怕连累了红隐。与红隐相识后，我才意识到我的这颗心还有温度。可是今晚我赶到与他相会的小屋，他却不见了，怕是公子对他下了毒手。我求求你们，救救红隐吧。那东篱山庄究竟在哪儿？陶公当铺。大隐隐于世，谁也不会想到东篱山庄不是一个山庄，而是一个处在长安闹市的当铺。我们干嘛不直接进去啊？静观其变。红眼生命攸关，我们走。他在等人。就是东篱公子。哎！大理寺黄三炮在此，谁敢？抽什么风呢你？我告诉你，再晚点开口，你就死在你炮哥刀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人呢？我们已经知道东篱山庄在哪儿了，就在西市的陶公当铺，他们已经先去了。你呢？你查得怎么样？我查到这东篱山庄啊，在关内剑南江南淮南等地的地下赌庄啊都有巨款，这些巨款的持有人绝大部分都是代王。代王？东篱山庄？二者莫非有什么联系？卖菜的狗蛋跟我说，最近物价飞涨，我们的菜已经卖不出去了，所以我要亲自去找他谈判。我明白了，代王与东篱山庄狼狈为奸，利用代王在朝中之职，大肆收购货物，哄抬物价，而东篱山庄却利用虚实来估差价，那匹断食以虚估计，何劝在株洲府领钱的时候，再以实估折。落入东篱山庄的钱都以代王的名义被存在各个赌庄，然而代王手里的钱越来越多，渐渐地超过了东篱山庄钱数的总和，所以这个东篱公子也基本上被架空了。大哥，你说点我听得懂的行吗？走。去哪儿？陶公当铺。公子，是凌波任务失败，你放过红隐吧，不关红隐的事。你的叶红隐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，不可能。就在刚才，叶红隐已经被我扔进了渭河。别胡扯了，叶红隐并没有死，因为你就是叶红隐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代王与你之前合作一直很默契，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，代王慢慢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，并且他还打起了东篱山庄的主意，想把你的权力架空，彻底接管山庄，为己所用。你说的没错，只怪他贪欲太强，我怎么舍得
把我辛苦经营的山庄拱手让给别人。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叶红银和东丽公子是同一个人呢？你的手指有茧，一看就是常年弹琴所致。之前我一直没想通凶手到底为什么下手，直到我想起你的琴声，琴声悠扬传得很远，这说明是特制的琴弦，甚到足以用来杀人。那天晚上你挨了打，看情形伤势应该很严重，可第二天见到你时你却毫发无伤，可见你是个高手。一个琴师在代王暴毙的情况下能大白天潜入防卫森严的王府，二位官人，怎么可能？几条线索连在一起，你和代王的关系就浮出水面了。你察觉到凌波萌生去意后，利用他对弹琴的热爱伪装琴师与他交好，试图用感情控制他，但你没有想到凌波爱上了琴师叶红，搞砸了暗杀行动。你就只好亲自动手杀了代王。致命伤是腰斩，代王指节中那些皮屑蛇身病患者才会有，敢不敢把衣裳脱了让我们看看你这身蛇皮呢？带走。听说东离山庄并没有解散，人不是已经被我们抓到了吗？一定有别的人接手山庄，成为新的东离公子。利字当头，总有人前赴后继，飞蛾扑火，这就是人性。